OK，放松，好。OK，好，对了，OK，很好，OK，OK。来，今天放松就好，然后先调整一下嘛，好。OK，好，来转过来，向上。OK，全身放轻松，肩膀放松。OK，好，转。我现在在饶湾的贝姐中医馆，这是黄医师，你好。他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，是从几时开始啊？我18岁开始了，十做八到岁。平均是建议啦，1个月最少这样子推拿一次。为什么？比如说你本身是很喜欢那种运动的人啊，我们的肌肉啊，那些经络，它会释放出一种叫乳酸的东西，它是身体的一种代谢物，然后会累积在我们的肌肉那些软组织，它必须要通过我们心脏的那个血液循环来冲走它的，不然的话呢，如果你人太累，你的心脏泵不够力的话，是吧？它不能冲走，它不能冲走，它就会累积在这些肌肉关节的地方，它就会造成酸痛。所以1个月推一次的话，就预防你的肌肉那些肩膀啊、颈项什么关节的受伤，不然累积久了哈，容易造成那些我们讲运动损害了。这样我想问一下，这样子针灸啊跟推拿啊有什么分别？它的那个功效？推拿嘞的作用是直接针对我们软组织啊，软组织来去治疗作用。针灸呢，比较说调节那些气的问题。气呀、啊，对，比就如说气有阻塞啊，气好像气很，比如说气很乱啊，就是我们针对气的功能来调，比如说麻啊，有痹啊，我们会针对气的。而且针灸不是随便可以做的，我们都是说针灸是比较注重来治病。哦，了解了解，OK，好，谢谢黄医师，OK，谢客气。谢。